吃早餐咯。哇，好久没吃这个牛肉饭了，这个北根这边非常著名的这个牛肉饭哦。我本来已经戒掉这个淀粉了，可是看到这个牛肉饭完全忍不住，不行，吃，看到它先吃了才打算嘛。啊，牛肉饭啊，手抓牛肉饭哦。嗯，太美味了，北根美食啊。Nathan, yes. Kevin, Alex, hi. 阿勇， yes. 这个算了吧。全马最怪烂的船长，也是最牛逼的 Ricky, Jeffrey. 今天高手如云啊，有看到他们全部举手啊？啊，这个是高手的标志，把手举起来，高手。好了，是的，大家好，我是马来西亚娱乐杰奇，我又来到北根了哈。上星期，哎，上星期在这里钓了两天，惨淡收场啊，惨败而归啊。这个星期又来了，再来挑战这边的 GD 和大兴班，所以今天派出了很多高手参与这一次的围剿大牛港和新班的行动哦，高手如云哦，出发出发。干他！这个风浪很大，今天天气还好啊，就是那个风浪很大。今天将是一场硬战啊！跳远终于哦，什么？哎呦，哎呦，新班哦，他们有的食咗。哇，他居然钓到新班哦，你看。哎呦，我用大意了，用大意了。就干你了。换这个 jigging， 第一杆立马就中，中挂，挂地球了。龙尖啊，没有新班，非目标一啊，钓后放啊。哎呀，啊这个鱼哦，这个龙尖龙尖，几经辛苦啊，哇，还搞一条啊。这个新班好难搞哦，啊，不过也是新班哦，坐上行新班哦，哦哦哦，海龟啊海龟啊海龟海龟海龟，见到了，大跳大跳，哦，哈哈good size good size， 看 Licky 钓到什么东西，白尾斑哦，哎呀，坐上行白尾斑啊。中了，然后进这个珊瑚礁，弄下弄下，他又再出来，耶 ！Color grouper， 啊 ，yes， yes， 这个出来。终于有一条了啊，这条还不到10公斤啊，大概7公斤这样而已啊，7-8公斤中体，不过有过到手瘾了啊，过瘾啊，鱼滴钓后放，yes， 小白龟，跟着 ，yes， 快 go， double hook， 喂，不杀不杀。我中买票 ，double strike，double strike，triple strike 啊 ，triple strike 啊，三个人一起中啊，三个人一起中，三个人一起中，哇，呜呼呼呼 ，triple strike， 哇，三个人一起中啊，哇，呜呼呼。喂，你个团啊！哇，拖了一条，拖了一条，拖了一条。你顶顶，
有，错了一个啊 ，Alex 的钩子开掉，因为他用的是米诺，其实是同时间三个人一起中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你不杀去？十公斤啊，一个有 stick bait， 一个有破爬。牛竿钓放来，耶，钓放。谢谢这鸡蛋白了，参加他的团队。OK， 拜。来。OK， one， two， three， finish。哦，漂亮漂亮漂亮，耶 ！Kevin 钓大鱼，哇！哦，有鱼鳞的马鲛，巴拉古达海狼啦！有的爽了，有的爽啊！有爽了，有爽了！给海狼不要拍这么多了，这个臭鱼来的。没有了，来，今天只有这些了啊！今天的新斑没这么大条哦，这个大概只有一公斤，900克这样。啊，没有那种两三公斤的货色，然后还有一些小杂鱼啊，在冰箱里面没拿出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Popping 今天有过到瘾了哈，然后明天我们再继续干它，明天还有一天喽。嗨 ，Q， 全马最怪烂的船长 Ricky， 来，大家早上好，我是马来西亚娱乐杰奇。今天是来到北根的第二天了哈，啊，在吃着早餐，昨天钓了一天嘛，成绩平平，啊，不过还是有一些收获了。这一趟呢，还没找到一条比较像样的新斑鱼哦，我们继续努力哦。昨天 Alex 他只钓一天，今天的空缺就由我们两个来自中国的钓友哦填上。小吕、老虫 ，Jeffrey。啊，Jeffrey 和那个都是连续钓两天了，然后还有这个两个废柴双人组，一个废柴工会主席，一个副主席。啊，大雨啦！大雨就好，不要有暴风哦。好，到了标点了，不过你看那个天气，哎呀，下着雨啊，要怎么钓呢？啊，下着雨啊，好，稍等一下吧，还不至于这么烂啊，哈，要淋雨钓鱼啊。有鱼了。黑斑哦，黑斑小了，暂时不能钓，上面就轰轰轰的在打雷啊，然后有两个钓友已经被电到了，被那个电流给电到了，因为我们的杆子都是高碳的嘛，有非常好的这个导电功能，所以暂时不钓，暂时不钓，太危险了，安全起见啊、哦。恶劣天气过了，我们才钓吧。那雨停了、哦，现在也天上也没这么 clean clean 的，这么凌乱了啊。雨过，可是不晴，不过鱼还是要照钓的。来，希望有一些成绩吧。好，马高啊，马高巴拉古道。巴拉古达，喂喂，哎 ，first castle， 哇，这个标点，他第一杆而已就中了，第一杆都还没有准备好就来了，刚刚抛出去还没准备好，立马中了，等于 liber cc， 哦，巴拉巴拉，好凶啊，好英雄。哇，大海狼啊！哦，大海狼啊！卡乌卡到鸟，太多鸟了，鸟人。那个抛出去那个线，结果它飞过，翅膀就缠在那个线上啊。海鸥哦，很坏的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啊，还要咬了，哎，哎，鸭子脚啊，你看它是。嗯，好了，把它放掉了啊。误伤了他啊！拜拜！你捞可以哦，哎，还以为是红斑呢、啊，哎呀，结果又是这种货，地位啊，他的地位大跌了。好，放掉他吧。喂，耶！Yes. Oh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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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a lagi. Ada lagi. Hey. Black. Hey. Ah. Oh. 中了中了 ，Nathan 中了。Okay.
你不刷面呢？哇，牛港牛港拉到牛了，海中之牛啊！我那就三百了。你挑大条，你挑。在上面啊，等我，等我。你挑大条，巨物啊，巨物啊，大牛港！你挑大条啊，你挑。这个很大了，这个牛港大了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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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新哥，新哥，哇！耶！哇！哇！钓后放哦，大牛港这条110公分。OK， 马叔。110公分。1, 2, 3。喂，马弟，那么近。Kevin， 用这个米诺啊、哦，刚才拖了好多条，他一直重，一直拖，一直痛，非常纳闷了。白色的，应该白色的鱼的啊！哎呦，马鲛啊！哎呀，蒙你啊！马鲛，哇！马鲛啊，得偿所愿。哇，大马鲛啊！哎呦，你看，哇！你看他的脸，给个特写。我们回来了，今天的钓况很差很差，非常的差，一整天那个气压非常的低，好难钓，那个鱼好难钓。新班努力了一整天，也只有一条，也不大，然后就其他的一些杂鱼啊，哎，啊，船老好坏啊，只在推油门。大概4:30样的时候啊，终于有一个惊喜了，就是钓到一条蛮大的牛港哦，110公分长度的那个牛港啊，估计是在大概26公斤这样了，然后还有一条大马鲛，所以一整天就只有这两条鱼啊比较有惊喜。不过这个就是钓鱼了嘛，有好有坏哦。好了，我们结束了这一趟的钓鱼行程了哈，高手如云，高手如云的钓鱼行程了。下一趟北根呢，应该是在2个星期后吧，到时候我们再回来复仇，再来干它。好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、关注与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